欢的这个日本东洋文化，我们也决定以音乐的形式，把我们相当多的成果跟成绩啊带回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。好，讲了这么多，要赶快来欢迎我们的这个非常厉害的，我们今天特别特邀的，好，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台湾人，好，台湾人不要紧张。好，欢迎我们的微笑老师来到现场，他是长得像日本人的台湾人，给他一个掌声。他不想理他，一个这个用一个很狐疑的眼神看着我，我以为他要回答哎，还可以换再一次，来倒数再来一次。对，微笑さん、こんばんは、今日は楽しいですか？我应该讲日文。你可以配合一下吗？麻烦你讲应该腔的台语，谢谢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们可以来一段对话吗？对话，你就要倒转一次，哎，来再往前一次，再倒转一次。哎，微笑さん、こんばんは、今日は楽しいですか？台湾へようこそ。皆さんこんばんは。今日は楽しいです。はい。今天很开心可以看到大家带来一段这个音乐的表演，是来自于他手上的这个乐器，叫做金青三味线 （tsukaru shamisen）。它是一个日本的传统乐器。那虽然这个微笑老师，大家看他今天造型比较特别，因为他昨天去参加我们世界拳王锦标赛，哦，不小心打赢了，回来有没有？但是有负伤。等一下，你是说什么？什么什么世界什么锦标赛？泰拳锦标赛刚打，不是他不是台上位线的吗？对，他很多才多艺。你们刚刚听到说什么什么赛吗？泰拳。对啊，他不是台上位线的吗？他就是喜欢就是。还是他都拿三位线去打赛？喂。对不起对不起，你们聊你们聊。但是今天呢，其实微笑老师呢，他带来的这个音乐哦，可以说是相当道地的。除了乐器之外，大家在外面真的看不到，所以我们今天也把这样的一个不同形式的表演，可以跨国界不同的国界的音乐，都把它尽收眼底。首先，我们就赶快带来今天第一首歌曲《Rising》，让大家来听一下我们今天三位选手非常厉害的声音，来送给大家。来，各位掌声鼓励。